穷婆手杖工具 VS 富婆手杖工具。才子，穷婆拿出电板，比着尺子用笔刀划开。富婆拿出新入的四合一裁纸器，可以裁直线、虚线、曲线、折线，裁纸简直不要太方便。手杖而闭眼入。镊子，穷婆拿出镊子，夹个贴纸要夹半天。富婆也拿出镊子，不仅颜值很高，还附赠了箍盘和贴纸。镊子的头很尖，夹取贴纸不费力。打孔机，穷婆拿出打孔机，一次只能打一个孔，一不小心就打歪了。富婆拿出多功能打孔器，粉粉嫩嫩的，很符合富婆的气质，轻轻一按就把孔打好了，各种尺寸的本子都能轻松驾驭。笔刀，穷婆拿出买贴纸送的笔刀，金属笔刀头很锋利，不小心容易划伤手。富婆拿出各式各样的笔刀，陶瓷笔刀外观好看且不易伤手。花边剪，穷婆拿出剪刀开始剪花边，手法很笨拙，剪出来的花边不好看。富婆拿出花边剪，轻轻松松剪出漂亮的花边，从此实现花边自由。Nice.